唱到在手，我如身离愁，无处听见海棠旧日梦，耳语此生无处不是悲歌。本来我应该跟你走的，可是我得回泰国把师父交代的事情办完。等你回北京之后一定要来找我。你放心吧，我还要你陪我去前门大石栏呢，到时候你得花钱请我。顺哥，事情已经都过去了，别多想了，保重身体。我走了。丫头，丫头，婶子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蒸了几个包子带在路上吃啊。谢婶子，记得回来。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？东家着急，我得赶着回去。爹的灵柩，就你和师哥两个人护送回去吧。昨天的事儿，你想通了吗？爹已经这么说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？太古镖局关了以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
我有什么打算不重要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大镖头了，当不了头马，踏踏实实当二马呗。西平，你别这么想。我知道，都是因为我，你跟师哥才产生了嫌隙。可这一切都已经时过境迁了，而且爹他也不希望你们师兄弟两个闹得不和。师哥他是个厚道人，他不会委屈你的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不会再和他争了。好，难得你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爹，女儿已经帮你报了仇，我们夺回了瞎子岭，你安息吧。
爹，女儿走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活得好好的。听说你要去找他。督军已经准了我的辞呈，现在瞎子岭交给你了，我的事儿从此与你无关。哼，与我无关。家的仇是我们一帮兄弟拿生命换回来的。刘安顺在哪儿？啊？刘安顺在哪儿？他一个人在北京躲得远远的。把你一个人扔在关外，我在，你忘了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不能走，大当家的，放下枪。居然叫我一声大当家的，干嘛还拿枪指着我？就算是大当家的，那也不能欺师灭祖。还等什么？都给我拿下！猫爷，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如果不敢开枪的话，我走了。丈夫何患无妻呢？回来了，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谢东家来了好几次，他说等您回来啊，叫您立马去一趟。
大镖头，我这样李希平送的银子已经走了10天，到现在还没到京呢，这八成是出什么事儿了。押了多少？10万两。东家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派人沿途打探，可这一路上去的人给我发回的电报说，连个镖队的影儿都没见着。从太谷到北京是熟路，沿路的土匪都和太谷镖局有交情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啊。大镖头，那是以前呢，可现在老爷子不在了，这以前的关系不一定靠得住啊。你说这就算师父不在了，他们也未必敢接镖车。除非什么？除非遇上军阀了。军阀？要是真遇上军阀的话，不光是银子，这可连人命都……我只是推测而已，事情未必像想的那么糟。军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帮混蛋把世道搞得这么乱呢、啊！我本来就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买卖，谁能够想得到啊？东家，我现在就去路上打探消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给你个交代的。大镖头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安顺呐、啊，这刚回来，连顿热乎饭还没吃上呢，就又要走啊！娘，这10万镖银关系到东家能不能东山再起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再说了，不管西平是不是安全，我总要见到他才能安心啊。这我懂。蓉蓉那儿要不要给他个信儿啊？这样吧，娘，你叫童爷给蓉蓉发个电报。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。话别说太重啊。我明白。这些天啊，姚婷可能会来找我，记得叫他在镖局里等我。是啊，陆姑娘她也该来了。这位兄弟，辛苦辛苦。麻烦问一下，最近你可看见有一个镖队从贵宝地经过？哦，前些日子好像见过一支镖队往那边去。那边是吧？啊，多谢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刘大镖头吗？哎呀，您可有日子没来了。啊，王老板，最近生意可好？哎呦，托您的福，还凑凑合合吧。哎，您怎么就一个人啊？来办点事情。好，王老板，咱借一步说话。好，请。哎，大镖头啊，您刚才一问啊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太谷的镖队，我没见着，我倒听着一个信儿。什么信儿？前些日子啊，有个老客来住店，跟我说他在路上啊碰到了太谷的镖队。我琢磨着。都是熟客，肯定又来小店住上一宿，我就叫伙计把屋子擦擦好等着，结果等了2天连个人影都没等到。哎呦，我就纳闷啊，这不会投到别人家去吧？可我又一想，这不可能啊，在这方圆50里的地界上就我这一家啊。王老板啊，那个老客是在哪儿碰上镖队的？娘子关
娘子关？没错，就是在那儿，他们在过关的道上碰的。大镖头，您慢慢用，有事喊我。好啊，多谢王老板。不客气。大镖头，马给您备好了。哎，师哥，蓉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接到电报我就马上赶过来了，镖队呢？西兵的人呢？你先别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他走的这些日子音讯全无，我心里慌得跟什么似的，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啊，走。西平，西平，蓉蓉，那个老客说在娘子关遇到西平他们，这条路是必经之路，咱们再到山上看看。嗯，这西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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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平。西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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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瞎子岭的二当家来找你了吗？他很好，很配你。是我配不上他吧？那些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，我去捡点柴火。别又想我。
西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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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平。有五位镖师死于枪上，另外两位死于刀上。刀上怎么了？都没有的。那是本门的刀。本门的刀，本门的刀，本门的刀怎么了？本门的沈沈哥，你告诉我，你看错了，你看错了，你看错了。就是他没错，那就是本门的刀，分手刀，那是师父教我们的刀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师父教我们的反手刀。我记得师父告诉过我，反手刀不能目视，却别意会，出手要快，不能迟滞。够了！接受此刀是镖门大忌，犯我屠门者务必诛杀之。各位兄弟，我柳安顺在你们的坟前发誓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
我是太古镖局的总镖头，是他的姑爷，他怎么会把这个位置让给一个外人呢？别再难为我师哥了，这个头我替他磕了。别管我走的黑镖白镖，我是为了镖局，我没有为我自己谋半点私利。西平变了，是我的错。师弟没本事，帮不上你。兄弟，别这么说，安顺心领了。师哥，师哥，我喜欢柔柔，我骗得了你，可我骗不了我自己。师父一早就把柔柔许配给了我，我们是同门，你就不能觊觎？这是规矩。我知道规矩，我知道。我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，一起练功，一起走镖，你疼他，我比你还疼他，让我心有遗嘱。好，拿出证据来。你打算怎么找西平？他身上那么多钱，不可能随时带在身上，他一定会找个就近的地方，把那些钱兑成银票。离这最近的是保定府。如果找到他，你会怎么办？他罪该万死。可是他是我丈夫，是你兄弟。那是以前，可是他现在是镖门必诛的狼。哥，我问你，要是师父在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爹已经死了，可是镖门还在，镖门还在。要是当时我嫁的人是你，
该多好。客官，今天还住吗？不住了，帮我把账给结了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昨天跟你来的姑娘已经结了，她走了。哎，哎，他娘的，干得漂亮！旅长，忙活了这五天，银子也装兜里了，咱们是不是得好好乐呵乐呵呀？那当然。那些日子差点没把咱们给折腾死。是啊。哎，大镖头，辛苦了，没你咱哥几个发不了财，来一块儿跟哥几个好好喝一杯。来，大镖头，大镖头，前些日子大伙听你的，那是因为在事儿上，现在事儿完了，听我们一句，来喝一个。来来，大镖头，喝一个吧。我跟各位，也就是这件事上的交情，吃饭喝酒，请自便了。嘿，哎，算算算算，他不喝，咱哥几个喝，喝，来来。怎么着，大镖头，不相信我，怕我在酒菜里给你下毒？照理说我得防着你才对呀、啊、这要比起狠来，我们几个都得甘拜下风。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兄弟，他都下得了手，这要对付咱们几个，他能心慈手软？就此别过了，几位，但愿咱们后会无期。自便吧，各位。